星象情报2024，关于五月能量报告，翡翠重生。传导者娜塔莉亚，传导者的前言。亲爱的伊们，神圣的人们，当我们继续航行来自日食和许多其他恒星门户的能量时，它们帮助我们实现了灵魂重新连接和光之身体的重新校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能量月，在这个月份里，我们将继续体现我们从内心引发的和即将到来的许多变化。五月是一个万物在我们的地球上绽放的月份，我们也是如此，显化、扩展并专注于我们的灵魂创造。从更深层次来说，五月也是我们专注于地球平面的一个月，以继续协助我们正在见证的许多行星变化。这个月邀请我们扎根，让你自己与地球保持根植，这样我们就可以锚定前几个月收到的所有疗愈、光之传输和激活，以及我们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作为扬升灵魂，我们在这里提供的支持我们的地球平面和元素，其转变和转化过程仍在继续。我们现在被邀请将自己锚定在我们的地球领域，透过在当前能量的帮助下，激活我们的地球之心脉轮，位于我们脚下12英寸。正如我们也用我们的灵魂之心脉轮，位于我们头顶上方12寸，一样上方如此，下方亦然。作为扬升灵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与我们的神圣自我和尘世人世间自我保持一致，因为只有锚定在我们的地球平面上，我们才能下降我们个人旅程所需的所有治疗、爱心、智慧和力量，以及所有人的。最近，由于我们接收到的八维能量，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受到了深刻的灵魂之心激活在你们内部发生。我的指导灵也分享了继续激活我们的星球、地球脉轮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生活在不断的下降和扬升的流动之中。我们的地球层面与我们所谓的神圣层面同样重要，因为事实上一切本质上都是神圣的。我们的使命是与地球及其生物在一起。五月期间，我们将有机会与红宝石和翡翠光芒合作，带来协助我们地球平面所需的基础、治愈和扩张。在扎根之前，请做好适当的保护和清理准备。在将自己扎根之前，使用紫水晶射线净化自己和身体，然后在你所在的12维度中保护自己。然后感受地球如何将您拉向其核心，位于您脚下12英寸的位置，并想象您的地球之心脉轮。当您的意识聚焦于它时，白色的铂金颜色闪烁着明亮的光芒。感受大地母亲的怀抱，她的慈爱和温暖，并决定与她的爱的智慧融为一体，运用这种知识来帮助地球和居住在其中的所有生物。当你恢复与地球的连接时，你也将收到关于地球核心、山格、前世地球转世、祖先指导的宝贵信息。你需要了解这些信息来进行你的个人治疗和整个协同的治疗，以及你如何能够提供帮助到地球。指导来自许多不同的来源。当我们愿意接受来自上帝自我的指导时，我们也需要将地球视为一个具有无限智慧的生命有机体，它可以帮助我们拼凑出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的谜题，检索对我们个人有益的记忆。生长。五月将为我们提供机会，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灵魂的愿景扎根、扩展和显现我们从上而下的一切。这将是一个专注于扎根我们的本质、巩固我们的基础的一个月，
正如它的通用数字4提醒我们的那样，并向它的治愈传输敞开心扉，帮助地球继续进化自身，免受人类的伤害。行星翡翠重生。五月是另一个重要的转型月份，这种转变将继续存在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地球层面，因为它的通用数字13，减少的4555门户，星号易柱，指2024年5月5日，占星术语，多维能量通道，神圣几何数字或天使数字等相关，也表明了这一点。相反，数字4代表变革的扎根、锚定和稳定，及其在整合我们为新生活所需创造的变革之后的基础。数字13显示了当前正在发生的地球转变，并且由于你们的普遍使命或个人指导，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13是转变的数字，它仅仅意味着从一种存在状态转移到另一种存在状态，一种更和平的状态，尤其减少的数字4代表从分离到统一，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一个选择的问题。55门户通道也是变化之一，今年代表了地球上正在发生的翡翠觉醒。我之前为所有正在经历这种觉醒的人分享了这一点，随着更多的灵魂觉醒到他们的主要灵魂，这种觉醒将继续下去。我们星球上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的翡翠觉醒，将支持此时进行的男性治疗，以及正在发生的元素转变和转化过程。对于那些在翡翠使命中更先进的人来说，您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清除无机时效性，因为五月将是有机星地球时效性的重大行星清理和进化的一个月。这涉及孤独与你的灵魂、思想和神性的深入交流，以便能够接收坐标位置和许多其他方向来协助完成这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与翡翠光芒的爱和治愈力量保持一致，因为它也是帮助我们完成行星治愈使命的绝佳工具，特别是帮助治愈地球的根脉轮、元素和所有地球生物。我的指导灵向导邀请所有被引导的人透过关注耶路撒冷神圣的老城圣墓，为当前正在发生的行星疗愈和翡翠男性觉醒做出贡献，以支持正在进行的翡翠锚定此时在那里。请记住，在我们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受祝福，因为造物中一切都是平等的。不要陷入判断或分心，我们去需要和需要的地方，独立于在那里创建的妄想和其他操纵和 3D 策略。五月的数字4的本质将带来平衡和稳定，当我们合成了之前分离的东西，因此在痛苦中进入一种更和平的存在状态时，这种平衡和稳定就会出现，而这总是在需要适当的内在转变之后发生的。我们现在透过将这些内在的变化锚定到身体上，这也是数字4此时给我们的相同讯息，一个将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智慧和清晰度锚定到我们人类自我的信息。第4是应用于我们有形世界的力量、智慧，以及在需要时实现这种稳定的承诺和决心。数字13、5、4的本质是相辅相成的，代表能量的本质也在帮助我们在行星上说话，也将加入银河系的能量来支持我们的进化之旅。我们有能力选择将我们的焦点、意图和意识放在哪里，因为这是辨别并与我们的灵魂交流的关键月份，以紧接收与我们和我们独特的使命产生共鸣的东西。除非我们的意识集中在分心上，否则分心是没有力量的，
亲爱的人们，继续留在你神圣主权自我的光明临在中。感谢您对万物创造的热爱与帮助。占星事件，从占星学的角度来看，这也可能反映了自三月以来持续的行星变化。五月二日，冥王星在水瓶座逆行，开启新的一个月。无论逆行与否，对于我们此时正在经历的事情来说，一个重要的本质是在我们存在和地球的各个层面上的重生、更新、扎根和再生。对于与逆行产生共鸣的你们，我邀请你们进行研究，你们将被引导到有助于你们前进道路的信息，因为如你们所知，我与行星的本质保持一致，而不是与人类的解释一致以及我们为他们创造的幻象。然而，一切对我们的道路都是有价值的，都是为我们的成长服务的。冥王星将成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今年我们作为物种已经在经历行星的解放和重生。这是一个转变阶段，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持续下去，并得到许多行星的支持，例如土星和木星，特别是在这个月，它将继续非常活跃。几天后，也就是五月六日，我们正好看到土星与冥王星呈现半四分相。这是一次非常强大的行星相遇，让我们致力于个人成就，为我们此时正在努力的治疗，以及涉及促进我们的福祉和生活体验的一切奠定基础。冥王星帮助我们改变和更新自己以及我们在生活中的愿望，而土星则给予我们所需的决心、奉献和推动力，让我们专注于我们正在建立的东西或将其带入一个新的、更加光明的存在状态。第二天，即五月七日，自四月底以来接收到的扎根能量的峰值，将在金牛座十八度的新月时达到顶峰。一轮月亮邀请我们致力于今年发起的一切，并将继续下去，因为作为扬升灵魂，我们个人进化的内在工作和行星援助的使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这也是一个重新连接到带给我们欢乐、愉悦和对齐的月亮，因为正是透过欢乐，我们也重新获得了神圣的交流，并开始从痛苦转向更光明的存在状态。金牛座提醒我们地球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最初的本质，这始终是一种快乐，因为在我们在道路上经历的许多挑战中，我们也需要看到我们所选择的使命为我们带来的许多祝福。这段经文指这个阶段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来说也将是意义深远的，因为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治愈旧的信仰和人际关系模式，创建基于平等、尊重和和谐交流的平衡人际关系以来，这是作为扬升灵魂需要掌握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行星范围之外，金牛座卫星周围的能量对卯宿星谱系的人来说也将是关键。在这个月里，正如我之前分享的，卯宿星门户的发生将是唤醒许多灵魂的关键，他们现在需要踏入女性重建、行星稳定和许多其他角色的使命，以协助地球平面和之间的平衡。月亮将与天王星对齐，并与土星和谐，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改变、决心、承诺和创新的机会，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月和一年，让我们选择我们希望的对象、地点和方式服务，并致力于我们的选择。五月十五日，谷神星在摩羯座逆行，这也非常重要，因为谷神星正是帮助平衡我们地球的行星。谷神星象征生育、养育和女性能量，它曾经是罗马神话中的农业女神。
我们被邀请扫描我们的身体，感受他们在对我们耳语，就像每一种感觉、症状，或他们以许多其他方式不断地与我们交谈一样。古神星要求我们照顾好我们的身体，遵守纪律，做对我们的身体有益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对我们的自我，因为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能够体验这个物质领域。现在是给身体排毒的时候，如果这是你被引导的，或者以你被邀请的方式关心它的话，作为要实现的最重要的内在任务，因为我们的身体正在大规模地改变自己，当我们忽视它们时呼吁，我们可能会陷入严重的不平衡。如果我们定期检查我们的身体，就可以避免这种不平衡。同一天，水星也进入金牛座。我们的头脑将面临灵活性的挑战，因为金牛座可能是僵化的、线性的和固执的，我们有责任在需要时创造更多的流动、平衡和屈服。现在是时候认识到我们仍在煽动旧的思维、存在和生活方式的地方，并开始敞开心扉接受新的存在和做事方式，因为一切都从改变我们的思想开始。一旦我们清理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就需要扎根我们的思想，明白清除妄想和扎根我们的思想对于我们存在的良好运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倾向于居住在空灵中，我们可能会失去与现实的连结。5月20日，随着太阳进入风象星座，我们从金牛座转移到双子座，现在进入我们的风元素。现在是时候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精神层面上，培养它，就像我们培养我们和身体的空灵方面一样。我们被邀请在所有层面上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平衡和智慧。如果我们学会如何与金牛座一起在城市层面显现，享受我们生活中的简单乐趣，我们的存在，以及在这个独特的时刻来到这里的喜悦，体验人类领域，创造无限的丰富。现在，双胞胎将使我们培养理性，以及与我们智力方面相关的一切。现在是向新方向学习和扩展知识的好时机，这有利于我们的内在成长，并为我们下一步的旅程提供新的想法。双子座也将帮助我们透过自由和洞察力的沟通来表达我们的内心和感受。它将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否倾向于更多的关注一种极性或另一种极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不同极性之间的结合。这也是消除我们精神体的负面想法、冲突、困惑以及一切导致我们失衡的完美时机。这些失衡随后会在我们的身体中表现为身体上的疼痛。五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让我们努力自爱、自我价值和决心，以实现让我们完整的目标。直到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神圣的存在，我们才能重新获得追求目标所需的信念和希望。直到我们记住上帝源头的一部分是透过我们显现出来的，并且渴望扩展到我们个体化的自我中，我们才开始统一并遵循我们的最高意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仅是为了体验一个人类飞机，而是用我们的存在、礼物，最重要的是，无条件的爱所有人的意图来丰富它。三天后的5月23日，我们迎来了射手座2度的满月。在同一天，我们将发生3个重要的行星事件，月球是其中的第一个。这将是一个充实我们的目标和人际关系的时刻，因为创造中的一切都有一个时刻，也是我们专注于爱情的时刻，而浪漫也伴随着这个射手座月亮而来。
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个月亮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低级或人类思想与我们的更高的思想，以射手座为代表。双子座要求我们保持平衡和逻辑性，而射手座则邀请我们进入新的视野，对所有可能性敞开心扉，因为这就是我们如何透过扩展对自己和现实的看法来扩展和创造我们渴望的生活体验。抛开让我们停滞不前的旧信念，这是拥抱信仰的一段话，因为有很多我们人类无法看见或感受到的东西同样真实。信仰是相信真实的东西，但我们人类还看不到，因为走在我们所走的道路上需要完全相信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即使我们看不到或摸不到，我们也知道它是真实的。同一天，金星也进入双子座。这次相遇对于加强我们的沟通、人际关系以及任何涉及社交的事情都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内心快乐、热情和乐趣的一面浮现出来，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充满爱和快乐的存在，并且拥抱我们的这一部分有助于恢复与神圣的更高连结。我们的扬升之旅常常充满挑战，但我们需要记住整合我们的另一面，即自发的喜欢在新的视野、人际关系、研究和任何丰富我们思想，从而丰富我们灵魂的事物中扩展的东西，这是新鲜的和光明，因为我们往往非常严肃，作为神圣的存在，我们也有需要激发的顽皮的一面。对于那些正在写书或写任何涉及与生活中可能需要更多爱和智慧的人分享知识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时机。我们所有的一切从我们的灵魂下降到我们的思想中，如果以爱的方式分享，可以帮助其他人走上他们的道路，我们将永远分享我们从上面收到的东西，因为上帝想透过我们表达他自己。最后，5月23日，木星与海王星成六分相。木星在这个月也将非常活跃，成为关键的行星之一，因为它扩展能量并帮助我们触发我们道路上所需的必要治疗。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放大、疗愈、扩展和丰富，那么它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力量。木星与海王星六分相也将帮助我们清除妄想，所有仍然控制我们心智体的人类程序，并为那些已经在过去工作的人扩展治疗、灵性和我们的灵魂使命。对于许多正在经历深刻的内在转变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非常令人困惑的能量，尽管他也有机会看到那些经常让我们困惑并阻碍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需要前进的幻想。当我们遵循我们的灵魂罗盘，作为唯一真实的指导时，我们将学会如何识别阴影、幻象和虚假程序，因为当我们清除头脑中的碎片混乱和其他非仁慈的影响时，我们的感觉永远不会说谎，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哪里，以及我们需要在哪里改变轨迹。5月24日，我们将看到木星的半方形真焦点。这是另一个广泛的行星事件，邀请我们专注于成长、表现，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未来，专注于我们正在创造的东西，而不是我们留下的东西，因为当我们将意识转移到过去时，我们就重新创造了旧的东西。第二天，5月25日，木星进入双子座。这将是我们专注于我们的精神体的时候。我们的心智体对于扬升至关重要，因为它拥有创造我们人类其余经验的所有程序、想法和信念。木星扩展了双子座的本质，即综合即性、
变得更加灵活，适应变化，正如它的可变频率也提醒我们的那样。由于有水星统治，双子座致力于扩大沟通，与我们自己以及与造物中的一切建立健康的联系。为此，首先，我们需要清除我们的精神、身体或思想中所有阻碍这种沟通自由流动的东西。双子座的本质也是一种快乐，更加善于交际和多面性，因为恢复快乐对于与我们本质上的真实身份保持一致至关重要。我们被邀请明智地使用沟通交流，以实现繁荣，并在我们所有有意识的交流之间创造更多的丰富爱和爱的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此时用我们的思想工作如此重要。随着木星在双子座，当我们开始清除我们的思想，从自我消极的想法、旧的信念、植入、印记、固定中，一旦我们变得开放，我们就可以整合新的想法、愿景和习惯，透过以下方式进入一个新的空间，更新并清除旧行李。这是我们透过体现新想法和灵感来扩展的时刻。这些想法和灵感不仅服务于自我，而且服务于我们的社区，因为在这个时刻，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正如冥王星在水瓶座一样，我们正在从自我转向所有人。我们思考、创造或扩展的一切都需要从和谐与爱的内在空间中发生，这样它才能服务整体。对于那些愿意分享创新想法来帮助地球发展的人来说，木星在双子座将成为一笔财富。如果我们脚踏实地，让灵魂的愿景进入我们的心智体，并清除自我，那么对于个人和全球层面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转变，因为我们所生的一切都必须为了最大的利益而平等地分享全部。从银河系的角度来看，对于那些神圣的引导者来说，这太棒了，因为这将促进许多维度之间的交换或沟通，这些维度此时正在我们的星球上恢复，以便我们最终能够在我们的服务和个人进化之路上，恢复我们与他们以及许多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失去的联系。三月底，也就是5月28日，我们还有另一个涉及木星的重要事件，因为它与土星形成五分相。五月结束时，我们将在天堂中度过这场勇敢的邂逅，因为它是决心、信仰、平衡和承诺的本质，因为无论是我们个人的治愈之旅还是生活中的成功都取决于意志。因为正如人们所说，只要有办法，天无绝人之路。愿今年带来大转变的机会。然而，如果我们愿意冒险离开熟悉的环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扩张和成长。这是一个蓬勃发展、拥抱和释放的季节，因为我们即将进入一年中最终收获之前播种的一切的季节。最终，我们的选择是让这个月成为我们旅程所需的东西，因为作为创造者，我们才是决定我们个人生活进程的人，没有任何人或任何其他人。亲爱的人们，愿你拥抱内在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成为你生命经验的唯一权威。祝你有个充满爱的五月，在无限的爱之中，带着爱和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